闷一下。不够长的话就手不够长可以站起来夹着菜啊，就是鸭肉，就是马铃薯，你看你看到没？这东西好好吃，软软的。用力点，来，嗯，好。那玩什么玩？都是共同碟子。你用这个放骨头，我现在是把它放到这里给你，你夹到你的碗里面去，懂吗？啊，我们好好吃饭了啊！等一下，我是参观盲目。那个3块钱你去，老师通知了，就是说给坐公交，给3块钱给你坐公交车。你们二班没去是吧？他们7班得去。嗯，好，吃饭。好了，我们好好吃饭了，这期的分享到这里了啊、哦。嗯嗯。下期见。拜拜。嗯，好，下期见。喜欢我们的关注是吧？